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的动漫战队啊，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啲2024年的四月番组啊。冇错冇错。冇啊，咁啊，今次讲嗰啲咧就开始系都系继续异世界向、啊，异世界向啊，或者系啲吓即系魔幻天类嗰啲啊，系啦。咁啊，跟住落嚟讲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好多人都好中意嘅 title 啦，就系、是、为美好世界献出祝福。嘅第三季啊，系啦，系啊，咁啊又可以睇到阿和珍嗰班人喺度发癫啦。咁前半季就系阿和珍点样肆虐个皇城啦，冇错，系啦，喺入边点样坏事做尽啦，跟住点样同阿盗贼就要去偷翻啲啊神器咁样。咁而后半季就系讲阿 Darkness 嘅嗰条线啦。咁啊 ，Darkness 原来话即系佢自己个贵族嗰度系因为佢第一季嗰时咧打个 Destroyer 嗰时。那個洪水而搞到佢哋，原來用咗好多嘅皇族嘅錢就去整，就令個 Darkness 咧就要下嫁俾一個好劣質嘅貴族。咁當然睇嗰啲時候就諗，妖嗰只 Aqua， 你唔好做咁多水出嚟得唔得？你 Aqua 唔好搞我係洪水嘅話，依件事本身就唔應該會發生。講到尾又係 Aqua 去搞出嚟，其實。咁啊，即系今季啲笑位其实都一路都 keep 翻水准，因为其实原作都系咁好笑啊。我嗰时我记得呢一 part 我都仲有睇书啊，嗰阵系啊，咁嗰时睇都其实觉得好正嘅。咁佢前半啦，前半就系阿王女嗰边啦，就即系揾佢认佢做阿哥啊嗰啲咁样咧。其实嗰啲位都好笑嘅，即系佢点样可以死掠住喺个城嗰度唔捻走啊？我唔走啊，我咁正，我唔走啊！朝早起身就叫个管家做十八士人。因为我不是叫神巴士人啦，唔紧要，继续啦咁样。系啊，咁呢啲又系佢发癫嗰啲位啦。咁啊，后半亦都系非常之好笑啦，即系亦都系体验到佢哋，即系叫做系有佢哋冒险者嘅精神。系啦，咁啊，嗰边都系好睇嘅，两件事都系啊。咁啊 ，overall 我自己觉得个水准都 keep 到，即系就算系转咗制作团队都好啦，其实你 feel 唔系好到嗰种差距喺度。同埋今次我觉得呢季咧，佢玩嗰啲。Dead Air 嘅位咧都值得拍手嘅，佢玩幾絕 Dead Air， 我笑得好甘。即系阿和珅突然之間話咩啊？好，我而家出去打怪，等我俾你見識下打贏魔王軍幹部嘅實力啊！下一個 shot 就坐咗喺阿愛麗絲女神面前，即系佢又死咗啦，要坐咗喺度靜咗，冇嘢講，因為落雨，一句都冇啊，雨得滯，愛麗絲女神又唔知講咩，一齊靜咗，佢好似靜咗成分鐘咁，差唔多有，跟住。我直情咧谂过系咪我揿停咗嗰段片，但我见到侧边有嚿水晶喺度转紧，然后我就笑到嗨，发觉，跟住到最后爱丽丝女神忍唔住，其实咧我又死咗啦咁嗰啲咩嘢，或者后面咩啊，都又再玩咗次 Dare 就系咩啊 ，Aqua 喺度两个发咗达咁啊嘛，又喺度食啲高级嘢食咁样话，呢、這个一定系用咗边种酒嚟整嘅嘢，咁同主厨讲，主厨话，我唔系，我用最平嘅醋，跟住。呢、這個 Dare 話好正，跟住 Dare 嗯咁樣，佢幾次玩 Dare 我都係佢 Dare 反而我係笑到嗨嗨，我真係好中意要求話我要去劈友，轉頭就結著愛麗絲女神。佢啲節奏，佢啲節奏其實拉得好好啦，咁貴又即係好多笑位都做到出嚟啦。咁亦都不負眾望嘅，佢今季即係佢無論係佢啲顏藝啊，或者係嗰啲笑位都好，都 keep 得上好高嘅水準啊。咁我自己都睇得好開心。第日又再其他季做落去咯，希望會有繼續啦。咁特別後半可能大家睇 Darkness 咁都令個 Darkness 個人氣又高好多咁啊，見大家又咁當然本身大家好中意佢啦咁樣。阿離婚離絲，離婚離絲啊嘛，而家多咗好多。啊，你個結婚程序點？上晝註冊咪晏晝咩？哦，即係咩啊？晏晝就即刻離咗婚啦，勁喎！離婚離。啊、好嘢咁样，咁同埋睇你友情嗰样嘢，或者一 team 人，或者少少爱爱妹妹嗰啲嘢，而家都有得意咯。或者和珍都正嘅，个谂住攞个20亿就去救啊 ，Darkness 谂住啊唔理咁多嘢，点知要整完晒哦？而家咧嗰个之前嗰个领主咧啲衰嘢俾人挖晒出嚟噶啦，跟住咧啲钱会用佢嗰啲咁样嘅资产去整噶啦，去找翻噶啦。哦，系啊，咁你啲钱咧就有翻噶，跟住啊系咯，而家我有咩煮食技能惊咩啫？我出去摆档，咦咪住先。你即系话我啲钱会翻嚟？系啊，你嗰20亿会翻嚟噶吓？
咁啊，和珍結果又係發達大雞咁喎，咁所以係 keep 到嗰種嘅開心各樣，歡樂氣氛係即係都仲 keep 到。咁都係好推薦啦！如果你未睇嘅，我甚至乎都係嗰樣啦，推薦你由第一季開始睇，咁去感受呢套作品真係好正。咁啊，跟住到另一套啦，可能係今節較多嘢討論嘅一套啦，相信啦，係啦。咁就係無職轉生嘅 S Two 嘅後半啊。係。咁啊，之前我哋都講過啦，無職轉生嘅 S Two 前半咧。就是長期累咗喺學校嗰度啦。如何用撥仔膏醫陽痿啊嘛？佢冇用撥仔膏啦，但係醫咗啦。咁係啦。咁但係咧，因為佢上半嘅時候其實就係結咗婚噶啦嘛。嗯、但係咧，基本上成大半嘅劇情咧，都係圍繞住喺嗰個學員嗰度。嗯。咁學員嗰度你又唔係出去打，又唔係成，咁所以咧偏向學員生活嗰邊多少少啦。咁啊，雖然入面啲內容咧都 OK 嘅，即係都唔係話悶嗰只。咁但係咧，要睇大場面啊嗰啲咁嘅嘢就有欠奉咗嘅。咁、Overall 都比偏悶啲啦，即係相比起以前嗰啲嚟計，即係唔係冒險類啦。咁啊，但係咧去到後面咧就入翻去迷宮嗰邊咧就開始有翻啲打位咁樣啦，咁啊叫做多啲嘢睇咁樣。咁啊，但係咧 Overall 嚟講，我自己睇咧，即係唔係唔好睇，個心情咧係有啲微妙嘅，係啦，即係唔係話我覺得佢好差或者點樣啦。即係我對於無職呢個嘅 title 咧，我係會期望會攞到好多嘅，即係我會期望佢做得好好咁樣。因為佢開頭嗰時就係用呢種品質嚟令大家好吸引咁想繼續睇落去啊嘛。係，咁但係即係我前半悶咗大半季啦，去到後面真係終於打嘅時候咧，結果攞到翻嚟之後咧，係比我期望係有些許即係差，但又唔係差嘅喎。尤其是佢臨尾去真係去打嗰一場咧，可能成季入面最好睇嘅嗰集嚟。佢全部嘅 budget 係燒曬落呢一集嗰度嘅。但係實際上咧，我覺得如果 overall 咁樣去睇嘅話咧，我會覺得係嗰個 balance 攞得唔好啦，同埋佢嗰個後面咧係非常之急趕嘅。即係前面咧嗰個校園篇嘅節奏當然冇後面迷宮篇嗰啲咁緊湊啦，但係前面例如講七星啦，七星我覺得 MVP 嚟嘅喺今季嚟講，因為七星點樣崩潰完，然之後 Ludy 點樣幫翻佢，原來有得 3D 睇喎，唔使 2D 喎，咁令佢振作咧，嗰啲嘢都好睇嘅，亦都係因為咁，所以七星之後先至可以幫到 Ludy 去迷宮篇嗰陣可以個時間短啲啦。但是因为我今次是一次过看的，我没有记错那阵还要是停了还是延迟了还是怎样的。我记得呢那时候他是入迷宫篇之前呢特登是停了一个礼拜的。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正式入去迷宮嗰度救人啊，嗰啲咁嘅嘢啦。咁點解我頭先會話係個感覺係有啲微妙呢？就係我感覺到咧，製作組係為咗達成一樣嘢而犧牲咗其他。佢就係想喺打得最勁嗰一集咧，就要喺父親節播。佢係最想 achieve 係呢一樣嘢嘅啫。系啦，咁大家都即系都知道系发生咗啲咩事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一定要放喺父亲节嗰度播嘅。我唔知佢呢啲算恶意定系想做啲乜嘢啦。咁有其他fan都系中意做呢一类咁嘅嘢嘅，系啦。咁我近年多添。嗱，本身如果你系啱啱好就到件事咧，其实都引起到话题，或者都好多人都会中意攞嚟讲啊咁样啦。咁但系点解会令到我唔中意咧？因为你入去迷宫嗰度咧。好明顯地係 skip 咗好撚多嘢嘅，即係無職轉生嘅動畫咧，即係尤其是第一季啦，係以細膩見稱嘅，即係佢係將好多嘅細微位啦，你可以慢慢說故事咁啊嘛，係啦，慢慢去 present 翻件事俾你睇，睇得好開心，即係佢會講到好多嘅細節出嚟，係比起一般其他動畫咧係多好多 detail 去寫，佢原本嘅原作咧亦都係寫得好 detail 啊嘛。咁所以佢先至有咁多料可以去寫嘅啫。咁但係你嚟去到呢一季咧，尤其是你去到即係你換咗前面咁多嘅位置，你開始係要即係叫做考牌位啦 ，so call 係，因為你即係入面啲人好多人都轉走咗噶啦嘛。咁係一個考牌嘅位嚟嘅。無疑地咧，佢臨尾真係全程打嘅時候咧，佢打個場面咧係好好嘅。我記得好似話有好多台灣嘅畫師喺入面幫手做嘅。咁我睇完嘅時候，我真係好覺得好犀利啦，好驚豔啦。我唔中意嘅地方咧，係佢前面啲細節其實 cut 得太多。
佢好多嘢都搞到好急趕咧，變咗係有啲嘢係唔夠時間去鋪排嘅。咁啊，呢樣嘢我覺得係非常之可惜嘅。尤其是你之前啊，雖然你學員嗰度咧有好多都係要有做曬起承轉合啊，或者成咁樣。咁但係你可以喺嗰個節奏上面去就啊，或者乜嘢嘅話，如果再加埋佢冇停播嗰一個星期嘅話，即係我唔知道係真係製作嘅方面嘅問題啊，定係點樣？咁但係如果可以加埋嗰一集嘅內容，我相信成個嘅鋪排會好唔同咯。另一樣嘢就係、你剛才說的細節位置，其實今季我反而比較喜歡一些位置，例如阿妹的心結，是阿 Ludy 怎樣去、即是他裡面還有說回他是還是前世那時候他爸媽對他的那種心情，和現在他對阿妹之後理解，和入他阿妹間房去跟他說，即是大家談心事，然後真的了解到對方呢，那些東西是我想看無職那樣東西來的嘛。沒錯，咁當然啦，你入到埋公篇，咁你就係打，我覺得 OK。但係冇記錯係父親節之前嗰一集咧，佢係好急㗎。即係你當然啦，九頭龍係一個好難打，亦都喺動畫改編上面，你係要做出、一啲犧牲，我明嘅。即係我哋睇嘅其他作品都會咁啦。但係我係好明顯見到咧，佢係 cut 走曬啲嘢，就係話保羅堅持就係一定要再落去，我一定要救阿媽咁樣。你中間反而其他人咧個反應同埋個細節咧，真係 cut 咗好多。因為我哋之後再睇翻人哋解釋啊嗰啲嘢咧，你又發現係嗰場係真係唔好講無職本身，係今季動畫裏邊戰鬥翻嚟咁最好睇嘅其中一集嚟，即係依一個係毋庸置疑嘅。但係係嗰個鋪排同節奏就係、是、嚇你鋪到咁耐，然之後就係咁樣啊！佢唔係唔好啊，但係嗰個鋪排嗰、那個。有少少係咪又唔係反高潮嘅？係好似頭先我哋 balance 個問題咯，即係前面你就會覺得啊，你學完篇係咪可以整走少少？但係我細諗咧就係話，因為學完篇對於 Ludy 嚟講好重要，好重要嘅。仲有就係迷宮篇都係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就係人神同阿 Ludy 之間嘅博弈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轉折點嚟噶嘛。咁我都明白你是想在今季最尾一定要做到父親節嗰集，是的，是可以咁做，但係嗰個編排係真係有少少失 balance 咯。嗱，當然你作為一個觀眾嚟講，我唔知點樣可以更加好去執翻個 balance 啦。咁但係我係好 feel 到一個失衡咯。一係就用集數，可能你加多少少去做，一係就可能啲星期好似咁講有禮拜停咗啊，始終啊。咁或者會前面擠到啲時間出嚟，可能都係最重嘅方法咯。最直接就係之前佢停播咗一集啦，或者係前面嗰度其實你嗰啲節奏可以快翻些少嘅。雖然啲內容都係比較多啦，係重要嘅，我都唔想你 skip 嗰啲嘢。咁但係你可以快咯，快些少。有啲位可能快少少，聽你講應該係。係啊，咁我唔相信真係會趕到咁嘅樣，因為咧佢哋其實講話落迷宮咧落咗幾層噶嘛。佢基本上係 skip 咗大部分落去嘅過程嗰度，係完全冇對白咁滯嘅，係啦，即係冇交代啦，好快就可以去到佢哋所謂好難去到嘅地方。咁當然啦，你劇情上面你話有咗阿 Ludy 嘅幫手，咁佢哋有嗰啲攻略睇啦，咁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做到佢哋之前去唔到嘅位。咁但係你畫面表達唔到俾我睇啊嘛，我睇無職最中意嘅就係你用畫面去表達故事呢樣嘢，我係其中一個我最中意嘅地方嚟。另一樣咧就係頭先個畫面啦，另一個畫面我覺得梗係覺得有少少微妙咧，就係、阿 Ludy 喺地下迷宮救翻阿師傅嗰段，梗係覺得係爭少少嘢，我唔知係表情個問題啊，定係對白嘅問題咧。再加上那一幕其實是重要，是因為他見到了 Ludy 呢，其實是影響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的。而那一幕的畫面我當然覺得是爭少，我可能用言語說不清楚，但我那一幕是奏，我覺得應該也是，是吧？是我自己個人呢就覺得那一部分都 OK 的，即是我不覺得是那邊有東西挑的。那當然啦，他畫面上表達不到阿師傅在那裡困了多久啦，即係你覺得都是很光鮮的，成件事就，即係雖然你會在故事上面咧就講到佢係喺嗰度缺水缺糧啊，嘔咗喺度好多日啊，冇人救啊，差唔多唔掂嗰陣時，跟住先至出嚟救佢啊，咁樣變咗白馬王子咁樣嘛，喺迷宮嗰度救佢啊嘛，係啦，咁但係佢都
做得翻啲佢需要做嘅嘢嘅，係有嘅。咁但係你畫面上咧表達佢喺入面漚咗好多人嘅感覺，我係 feel 唔到咯。嗯，係啦，係爭呢樣嘢啫。但係其實佢要做嘅嘢都做曬嘅。嗯，係啦。咁所以我呢個位置我反而就唔會太挑嘅，係啦。反而就係佢救完之後啦，跟住真係要落去。要打咁多層啊，要收集啲嘢。即係雖然我都明白嗰啲位係真係可以 skip 嘅、嗯。如果連呢啲位置都唔 skip 嘅，你都趕唔切之後嗰啲劇情啦。咁但係聽講就 skip 得太多嘛，應該。你 skip 到啲打位冇曬喎。係咯。係啊，你純粹留翻嘅打位就係完全留翻曬喺一場打九頭龍嗰度。咁我會覺得係你哋選擇上，即係個取捨嗰度咧，你係完全寫曬其他嘢，就為咗佢喺父親節嗰度做呢一集咯。嗯，係啦。咁我自己個人就希望係，即係你事後咁樣諗，即係可能真係佢製作趕唔切定點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多咗嗰一集嘅話，成件事會唔同曬咯，那個感覺係啦、嗯。或者就算唔計嗰個禮拜，可能你成套作品係多一集已經唔同咯，又有機會。咁當然亦都好多其他因素會影響啦，呢、這個都話係係係。而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咧，就係討論咧，大部分嘅討論唔係討論我同軒哥講嗰啲嘢嘅。是讲另一啲嘢，我觉得好有趣嘅。佢讲咩啊？讲啲咩？讲阿 Ludy 嘅人生观，同埋最尾大家大小老婆嘅一啲派别嘅分别啊。哦，即系话诶党争嗰啲，党争即系又系嗰啲吓，你 Ludy 呢个扑街吓，点可以见异思迁吓？又要娶第二个，啊、又话发誓唔去出去拈花惹草。喂，大佬，人哋发誓嗰只手俾人斩捻咗啊！屌，咁咪冇嘢咯？屌，咁计嘅我，我见网上啲人咁讲嘅，即系咁啊！呢个搞笑啦。我发觉大家个 focus support， 虽然我明嘅，即系阿 Ludy， 即系主要时有啲嘢啲观众讨论会多啲嘅。系，我都明嘅，我都明嘅。系咯，但我觉得好有趣啦，同埋就系 Ludy 嘅嗰、那个。倫理觀同埋其他嘢喺依個世界觀嚟講咧，我覺得大家嘅意見都係好有趣嘅。同埋因為咧，佢最初點解會其實最初 Ludy 係冇諗住直接娶佢噶嘛？係佢阿嫲第一句就問佢：你係咪教徒先？系啦，因为佢如果入面咧，佢根据设定嗰啲，就如果你信咗教嘅话，你就要一夫一妻嘅。嗯。但如果你冇信嘅话，其实成个世界咧，大部分人咧都唔系一夫一妻制嘅。啊。系啦，咁所以咧就第一句就问咗佢：你系咪教徒先？你话唔系嘅话咧，跟住话咁好啦，你娶佢啦。你即系娶咗先啦。系啦，嗱，我都明白咧，即系 Ludy 作为一个系转生噶啦过嚟嘅一个人啦。咁佢嘅價值觀係會同我哋呢邊係比較相近，我都理解嘅。咁、嗯、但係阿 Ludy 其實佢前世所留俾佢嘅嘢，即係除咗佢嘅陰影之外咧，其實係都唔係話好有嗰邊嘅包袱嘅。我自己感覺同埋佢始終都係依邊都生活咗一段時間，你咁講。佢係啊，佢呢度都其實基本上即係今次佢去到最後，佢亦都喺度講啊。佢話初時佢喺呢度出世嘅時候，佢都係純粹係即係唔當阿保羅係佢親生父母咁上下嘅感覺嘅、嗯，純粹都係覺得啊，我原來喺度出世，你又同佢一齊生活啊嗰種咁嘅感覺啦。咁但係直至到最後嗰一刻嘅時候，又係去墳頭嗰度啦，就喺度講，即係好似頭先，冇人俾，冇人俾，有兩種唔同感情嘅，唔係都係對住佢講，對住個墳頭講嘢啫，唔可以咁樣嘅，唔可以俾人拍埋，佢唔會喺個墳頭前面情勒噶嘛，爭好遠。佢淨係講翻即係我佢同保羅之間嗰個關係。佢嗰陣時其實經已係，如果用嗰種 structure 咧，係結婚嗰個係喺個墳頭前面講，就喺度攞保羅嗰嘢情勒對方要嫁俾佢，依套就係人哋。嗰套做嘅嘢，系啊，咁佢系真系喺个坟头嗰度就喺度讲话，我终于都系觉得咗真系你生出嚟噶嘛，我真系系呢一个家嘅一个细路咯，即系佢呢一季所攞到最大嘅嗰个嘅感触位就喺呢个位，系啦，咁呢样嘢佢系写到嘅，系即系动画嗰度系 present 到出嚟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佢点解可以娶咁多人，好似阿大婆都有讲噶。即係由細識到阿 Ludy 大，你去過撲街啦！開唔係唔係呢句都係呢句都係，唔係佢都自己有啲道理咁講嘅。咁但係佢就話由細識到佢大，佢就係不停就咁聽阿 Ludy 都喺度讚佢師傅，講到佢天上有地下無咁樣啊嘛。即係由細細個啱啱識佢開始，佢經已係 J 佢噶啦。
第一条收埋底裤就系。不过连圣物攞嚟拜神咁样拜，拜到而家都仲系咁样，系啦。要唔要翻？而家可以嘅，要唔要翻啦？俾我。我比较想知道咧，阿师傅会唔会知道佢走去拜嗰块嘢？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从情感上去睇咧，即系可能阿大普佢讲嗰句都系啱嘅，佢又我都估到佢唔知几时攞搵个女人翻嚟噶啦，我估到呢件事发生。冇嘅，睇观众接唔接受到，又好个人价值观嘅呢、這个都冇办法嘅。我觉得接受唔到嗰啲咧，多数都系用翻我哋而家嘅思维去批判嗰边咯。咁但系作为一套得嘅，咁冇人冇话唔得嘅，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就作为一套异世界番咁样去。睇就即係睇翻人哋嘅世界觀，咁我就唔會太多嘅評論。又唔想完全批判曬，只係你中意唔中意好個人咯。可能我先會覺得唔係，同埋好好笑，即係我覺得比較好笑嘅位咧，就係即係佢臨尾喺度講呢單嘢嘅時候，係佢阿妹啊嘛。佢阿妹就鬧曬所有嗰啲嘢出嚟噶啦。最好笑嗰個位咧，就係佢喺度鬧佢阿哥，佢話：我到而家都接受唔到佢要兩個老婆咯，好唔開心。跟住一句得啊！你老豆都系喎，佢刚系接受唔到，跟住就呆捻咗啦，跟住就呆捻咗啦。咁你人好复杂，都可以接受唔到嘅，咪冇人俾嘅。所以啲人成日话咩啊嘛，佢理解保罗，然后成为保罗，再超越保罗啊嘛，啲人而家成讲呢句话。咁啊，我覺得保羅呢個角色佢係寫得好完整，同埋寫得非常之好啦。嗯，係啦，即係我聽你完咗佢嘅使命咯。係，即係我聽你講就係呢套作品，可能就算可能篇幅或者節奏上可能有一啲嘢可以救病到，但我聽你講，你都係滿意呢季個內容咯。其實我講到咁即係講咗咁耐鬧咧，其實我係由鐵不成鋼、啊，由九十分變咗百五分嗰種咁感覺嚟。或者覺得可能佢如果嗰個做好埋更加好，嗰個做好埋，我會再加翻啲分咁樣咯。再加上你呢一個大事件之後，你之後好多好重要嘅位咧，係都需要好長嘅篇章去寫。即系例如阿龙老板啊、人神啊、Ludy 自己本身啊嗰啲嘢，咁因为呢个真系史诗式故事嚟噶，大佬有排写啊！你唔好而家睇到好似过咗好耐啊，唔系过好耐，故事嚟讲佢冇过好耐噶咋。系咁，所以就我希望都可以继续做落去咯。唔系佢经已发布咗话会出第三季噶啦，即系喺个 ending 嗰度经已直接出埋第三季咁样话会开始制造噶啦。咁啊，希望到時嗰個質素會 keep 到好啦。咁、我都真係想佢好嘅，呢個係。咁呢套差唔多啦，跟住到另一套都係幾季嘅作品啦。啊，唔係今季今節啲全部好多季，全部都第三季嚟嘅。咁啊，跟住到另一套啦，就都係第三季嘅，就係、是、關於我轉生成為史萊姆者當時啊，唔係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者當時係啦。係。咁啊，即係呢季咧就被好多人就稱為開會、開會同埋開會啦。咁啊，但係從我自己嘅感覺去睇咧，佢係的而且確開好多會，但係咧佢開嗰啲會係有意義嘅。因为它里面是就是要讲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怎样去 handle 有这个史莱姆的国家的存在，怎样去搞的，即有些就想 join 他们、有些要打柒他们、甚至乎是有些阴谋在这里就引他们在打他，即你不开会呢，你不知道件事是发生了什么，还有那些人是怎样去整些阴谋出来、你不开会呢，你是present 唔到呢啲嘢。仲有咧，我想引咧阿 Nvidia 黄生嘅一句啊，即系我开会咧，我系唔需要嗰啲主管同我讲 operational， 即系唔需要同我讲下边啊条数点样计，佢净系同我讲呢个 objective 嘅啫嘛，然之后其他嘢就下边做啦嘛，你自己搞啊。系啦，阿尼姆路咧系一鸠样嘅，佢开个会咧都系啲干部同佢讲翻，就系个大形势咧，例如阿尼姆路。即係因為我哋都要講翻少少前一季發生咗咩事啊？前一季發生咗好多事啊嘛，包括打柒啊治安啦、啊、百姓魔王嘅呢個命名啦、啊，咁然之後仲有之前嗰個國家打阿利姆路個國家，然之後今季咧其實大部分時間就係應付翻上一季發生嘅事嘅後續，包括上次其中一個魔王咧，咪扮到俾人控制，然之後打爆咗人哋獸國噶嘛。啲難民點算啊？咁啊，利姆路又要嚟啦。然之後嗰個國家俾阿利姆路打柒咗啦嘛，佢哋國家嘅賠償係點啊？咪又要開會啦。咁然之後，利姆路呢個國家
本身自己要繼續開發噶嘛，即係包括啲道路啦，包括啲社會嘅民生啦，包括你幹部嘅分配啦，依啲都要開會啦。點做啊？開會啦，忙係啦。嗱，依個係利姆路本身佢要面對開會，再加上今季主要嘅主線係乜嘢啊？就係阿日向，因為見到阿利姆路個國家咁樣，再加上咧之前佢哋對外宣稱就係暴風龍。已經復活了復活了嘛，你暴風龍復活是對於整個國家周邊的經濟和政治是影響很大的嘛，因為他們不知道暴風龍變成是漫畫集嘛，他以為要怎麼 handle 電視呢，開會一望然後日向啦，還有利姆路的盟友啦，還有就是幕後黑手啦，還有我覺得很正的呢，就是利姆路是在開會的時候跟其他幹部想想下呢，他因為他裡面有 AI 的嘛，咁啊，入边 AI 啊，佢称之为老师啦，就同老师有倾嘅，就倾倾下，发觉唔对路喎、幕后黑手唔止一个，系有同时两个幕后黑手嘅唔同计谋，令到件事发展到咁。然之后你之后要点咧？就是、两边嘅幕后黑手要开会咯。嗯。咁所以咧，成季咧，即系睇佢点建立个阴谋出嚟，又想做啲乜嘢咁样。其实佢写得好足噶。系啊。但系咁，你作为观众会唔会觉得好闷啊？咁样嗰啲咧？会啊。其实我觉得系好多资讯量，我系要不停喺度谂，到底你喺度讲紧啲乜。但系 enjoy 唔 enjoy 过程？我自己觉得佢系 OK 嘅。嗯。系啦。但是即如果你純粹是想看爽片來角度去看呢，它的而且確那六集是不爽的，完全是沒有其他 的畫面去給你看，純粹在那裡噗噗噗噗噗噗噗，它就開會呢，開足六集的，是是的，開完六集然後打集半，集半啦，集半啦，系啦，打集半，然之后再开会开多两集。咁因为点啊？因为打完，因为要打完之后点啊？打完之后咧，战后嘅嘢，战后嘅嘢，再加上乜嘢咧？就是、因为利姆路，即系巴黎和会嘅 friend。系啦，开始又讲，因为要显示国力啊嘛。咁下一个重要篇章开国际，咁开国际要点咧？开会咯，佢点做咁咪开会倾倾。系啦，但系咁讲嘅，战斗方面咧。是好好睇嘅，系咁仲有咧，就系、是、因为今次嘅敌人咧，系包括一大班咧 ，so call 即系我直情用 Bleach 嚟讲啦，就系嗰啲系好似啊Bleach 后面嗰堆咩字母人啊，字母人啊嗰堆人系啊，系啦 ，exactly 就嗰扎，即系前面嗰个就有黑巴鞋咁样啲啦。咁因为咧入边柒好多，咁因为柒头嚟啊，头先话咧阿日向即系同佢同阿利姆路系之前有教授，因为。差啲對冧過一次噶嘛，但係走咗啦。咁今次咧，其實原本咧諗住和談嘅，日向同李武路咧都諗住和談，兩個都唔想打嘅，都唔想打嘅。點知咧就有班老害咧就出嚟，就啊，因為阿李武路咧帶咗個 voice message 啊，連埋段影片咧就俾阿日向。咁但係途中咧俾人 PS。被人改了、哦、是啦，那就原本改了是原本是讲和谈，又变了要跟你开拖、哦、是啦，即是兜，即是原本呢就是说想谈下啦，那然后顺便呢上次打过嘛，那你有兴趣就打一次啦，然后就是 cut 了最后一句、哦、那就打一次啦，是啦，打一次，那就令到呢他们整班圣骑士就要出去啦，那但是呢中间有很多很柒的东西，包括有一个我很记得很好笑的，有一个是完全跟东斯郎一撚模样的人他真的成个样子一模一样，就是又是 颜色头发啦，他的人设都很撚似的，是啦，我不知道是不是串引他的，他是不是出来打输、因为呢他对那个呢其中阿利姆路、那个纯黑、啊、很撚劲的恶魔啦、哦、所以就要打输了，是啦，然后还要是中间有些卒仔就是说我打纯黑哦，我打叔我是那隻嚟噶，系嗰隻嚟噶，系好睇。咁所以你话佢开会开咗大半季得集半打咧，我觉得系好睇嘅。咁当然你话即系观众期待与落差咯，有时都冇办法，可能少少。不过你话可以有少少位挑嘅咧，就系、是、佢前面开会嘅运镜咧，的确系静咗啲嘅。是真的很闷的、那個、即是如果纯粹讲画面来讲是真的闷的，因为他好像有些作品我说讲笑话我差不多不用望水只望字幕过去看小说这样，我以前有种是的、嗯、而去到开国际之后他们的分镜运用会活泼了很多、嗯、因为大家 comment 都有讲就是说之前是静态画面来的，而家呢一度佢会 cut 多啲，同埋你了解翻成件事系点咯。咁、啊、我亦都好想继续睇开国际啦，因为开国际又有一大班，因为佢话开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啊嘛，咁、啊、所以亦都有排去搞嘅。
我覺得就呢套嘢咧，就唔係純粹係講打嘅，即係本身呢套嘢嘅魅力所在咧，亦都係佢寫好多唔同各方勢力嘅，大家喺度點樣去周旋啦、啊，同埋佢真係講有些少係治國嘅嗰種感覺嘅，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話唔係好中意佢睇開會嘅話，其實呢套嘢未必好啱你嘅，係、啊，係啊，咁仲有就係佢牽涉嘅幕後勢力，或者佢哋點樣去利用政治啊，或者真係魔王去打咧，其實係好睇嘅。嗯，咁啊呢套都系再续噶啦，咪即系应该都系嘛？未讲啊，但系都未完咯啲。同埋佢人气上应该都唔担心噶，担心系咯，应该会有啊。咁、啊都系等到时点啊。不过系咯，不过即系呢套真系都成季见住好多人成日话佢系咁开会，都仲有一句有一个 capital 咩啲人对话，好我哋开会啦。我都少啲作品会有一样讨论出嚟都得意。咁啊，跟住到另一套呢套咧就唔使担心，呢套咧唔使咩开唔开会嘅。因为一个人你画你说就算噶嘛，是差唔多。咁啊，达也神啦，咁啊就魔法科高校的劣等生啦。咁啊，阿达也神咧，今次就我嗰阵时做展望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咧就喺度讲话有个双七篇啊，咁喺度做紧啦。因为佢每一次出广告位嘅时候，都喺度讲话而家系讲咩篇章啊，啊双七篇啊。咁嗰次我睇咗一集嘅啫嘛，咁我喺度咁讲啦。咁结果咧？我冇谂过咁捻快完，扑街一集定两集就完捻咗。咁同埋咧，即系初时咧讲到哇，有个篇章啊，好似好捻劲咁样啦。跟住原来咧，双七咧系讲啲乜嘢咧？即系佢嗰啲都系讲数字噶嘛，即系又话啲十大家族、九大家族啊嗰啲咁样啦，亦都有其他嗰啲即系比较细 ID 嗰啲咁啊。咁原来双七篇咧就喺度讲话，原来有一个就七字头咧就最劲嗰两条女啊。平時出名嗰啲就係嗰兩個啦，跟住原來後面咧又係七字輩嘅，咁啊嗰個男仔嚟嘅嗰個，我連名字都唔撚記得。即係就反反佢哋。係啦，就話啊，我睇你兩個唔順，超咗你兩個得，跟住兩個隻抽完，抽完輸撚咗，完啦。咁佢都输咗啦，冇嘢好做啊！喂，唔系啊，你喺度同我讲个双七篇啊，又乜捻嘢？我以为啲大篇章即系可能就一季都系玩呢啲咁嘅嘢啦。扑街，两个集完咗啊，跟住之后望咗个 credit， 啊，转紧咗第二个篇嘅，跟住我睇捻到拗捻咗头咯，吓、啊、完噶啦，跟住柒头真系输噶，嗰下我就拗捻咗嘴，唔系嗰篇都好笑嘅，佢哋 book 咗个场馆咧，俾佢哋两个决斗噶嘛。打撚完之後咧，嗰條仔都唔撚服氣噶嘛，就話：只要打嗰兩條女輸咗嘛，叫我達也哥同我打嗰啲。哇！真係未有死過。係啦，好撚搞笑噶，好撚搞笑。跟住咧，跟嗰啲人咧就喺度話咩啊？達也，不如我同你打，即係佢其他嗰啲前輩嗰啲喺度同你打。跟住佢睇完之後咧，好似睇人哋武道大會嗰啲咧，咧、見到人哋瞬間轉移喺度打撚完啊！佢打緊啲乜嘢啊？完全系七头嚟嘅，屌你老母！黐线，你仲话同人打，执翻人命算好彩啊！睇捻到呆捻，珍惜生命啊，呢位同学。咁佢除咗双七篇之外咧，咁啊之后亦都有几个嘅唔同嘅篇章啦。咁啊，我实际嗰啲名我都唔系好记得太多，因为呢沟几个嘅呢个。佢今次系有成好似三四个都喺度，所以比较多啲啦。其中一个篇章就比较上有印象多啲啦。咁就譬如就系佢之前咧系有一个叫做。九校制系嘛，系啊，咁有几间学校过嚟做嗰啲运动会嗰啲咁样喺度打啦。咁上次就好 detail 系咁讲话嗰啲唔同比赛嗰啲，咁今次咧其实都系略近嘅，略过咁样嘅、哦、，skip 咗。咁啊，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咧话美军嗰方面咧就系、是、咩有嗰啲嘅大阴谋喺度啊，即系知道学校嗰啲咧就有啲咩精英啊嗰啲咁嘅嘢喺度啊嘛。跟住咧就派出佢哋最新研製嘅人工智能嘅人偶啊，係啦，咁樣咧就整一個叫做咩越野障礙賽，就要嗰班學生咧就走過去經過嗰啲樹林咁、啊、樣，咁喺樹林嗰度咧就放一啲嘅人偶喺度咧，咁做低佢哋，諗住測試下嗰啲嘅實力嗰啲咁嘅樣，係、啦，一聽條橋都知 fail 啦，係咪啊？攞翻垃圾走啊！跟住又俾阿達阿神知道咗，一個清撚曬啲牆，跟住就頂你個肺喺度亂咁掉垃圾，污染環境，攞翻垃圾走。係啦，即係呢啲又比較好笑咯，即係又吹到美軍又乜嘢食，跟住嗰啲人睇到監視器嗰度，哇！點解條友咁勁啊？佢係咪人類嚟啊？嗰啲咁樣咧，佢唔係人類，佢係達也，達也唔係人類。
系一个达也就系达也，达也就一个达也哥就系达也哥，你要黐线嘅真系。咁啊，呢啲位置都几好笑嘅，爽你咪爽都还好，爽，但系都 OK 嘅，即系成季睇落。其实画面一路都冇 drop 过啦，都系啲故事都系，即系如果你接受到达也神呢个设定系咁卵劲嘅时候咧，就 OK 嘅。你惯咗睇神迹咁已经系咁。系啊系啊，我就系主要就系想睇你表演啊，睇耶稣咁啊，大哥系。系啊。臨尾嗰個篇章就去咗京都啊嗰啲去旅行咁啊一班友咁樣喺度又話查案嗰啲咁樣就似翻之前嗰啲集數即係之前嗰啲嘅季數咁樣啦。咁啊但係就我會覺得咧就略嫌，因為以前咧頭嗰兩季咧算係比較一啲大嘅 event 去串埋嘅。咁佢今季係幾個散嘅 event 咁組埋一齊，即好似睇幾套 OVA 咁嘅感覺，可能少少。有少少呢種感覺嘅。系啦，咁佢好似啲事吓咁快完捻咗咁样，咁可能有啲就专登清咁啲简单啲，可能第日要用嚟啊落重心机去做斯波达人暗杀计划咧。哇，听个名真系几～其实我咧就应该就系到啦，我见到佢 credit 嗰度咧，其实系有斯波达人暗杀计划，我唔知系咪经已捞埋咗喺入面嗰度，我就唔知。会唔会？但我又完全见唔到佢有危机嘅。可能可能入面抽了一些短即是一些可能加了一些角色啊定乜嘢嗰啲咯，咁我自己就因为冇睇原作啦，我就唔知系咩啦。大家最期待都系，哇！好想睇斯波达暗杀计划，我想我睇下咁愚蠢啲啊！我睇 Vicky 下一个就系啦，屌！喂，可能真系啊，草定嚟。喂，咁下一篇翻嚟写住斯波达又暗杀计划，哇，几霸气个名真系。见到个镜，美军。是不是仲咁撚戇鳩會諗起啲咁嘅計劃咧？哇！真係有邊個諗出嚟覺得哇，好好危險係咯？聽過好驚，我真係聽到真係。唔係佢咧就咩噶嘛？佢喺美軍嗰度係一個要調查嘅最高機密嚟噶嘛？咁樣就係咯，點樣咧？咁我就真係好好撚期待佢之後點樣。之後到你啊，嚟到下個就係斯波達暗殺計劃，期待期待。等咗好撚耐。係咯。啊，我更正翻先啊，我 check 翻 Vicky 咧，原來係得三個篇章嘅啫，今期就咁樣就相七啦，一個係越野障礙，一個就古都內亂篇，係啦。咁我原來我都講曬嗰啲。咁啊，但係就等佢再係啦。開頭嗰個太柒嘅時候，我先至特別記得咁樣啦，係咯。都係等佢咩啦？等斯波達暗殺計劃啦。嗯，冇錯。冇錯，好啦，咁啊，跟住到另一套啦，咁啊，都系軒哥睇開嘅系列啦，系啦，就《約會大作戰》啊，第五季啊，其實咧呢套嘢咧喺之前嗰幾季咧，我自己覺得嗰個製作質素越嚟越差咧，其實我今季甚至乎我連開嘅動力都冇乜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嗰時都冇乜太大期待啦。反而咧，去到呢一季咧，其實就回湧咗好多。我見又係嗰啲咩投票啊，咩 anime trending 嗰啲，又係拱到好高喎！呢季俾人。我見佢今季係拱到好高嘅，咁啊原因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咧嗰啲開大片啊，即係打嗰啲位咧，全部都比較上 hea 嘅。之前嗰啲亦都睇到係 budget 又唔係好高啊，同埋個熱潮始終都過咗咧，變咗成件事就好似冷落咗好多咁樣啦。咁但系我非常之慶幸就係而家佢今季咧係回用咗唔少嘅，嗯，即係佢喺打嗰方面咧，佢用咗大量嘅 CG 嘅，嗯，係啦。咁當然啦，我俾 GBC 喂大咗個胃口，我覺得啲 3D 好似好生硬咁樣啦。咁、嗯、但係佢對比起其他嘅 3D 動畫嚟講，其實佢唔算差嘅，同埋佢要做嗰啲嘢亦都做到嘅，嗯。咁佢其實今季咧最主要都係講翻，即係之前嘅劇情啦，都係。劍女就收嘅啫，佢都係一至十嘅啫嘛，一至十嗰啲女。咁今季最主要講嘅咧，就係佢要查到即係邊個係最始作俑者啦，即係邊個係始源嘅精靈啊嗰啲咁樣啦，跟住喺度開大片咁樣喺度打咁樣嘅一個故事嚟嘅。咁基本上故事都去到尾聲噶啦，即係都解決曬啲嘢噶啦。我自己覺得咧，都算係埋咗個靚尾嘅，係啦，即係。最慘烈的是中間那些位置、但是就在今季來說都叫做埋了個尾，即如果大家好像我這樣，即之前看到動畫越整越歪不想看下去的話、你可以在這裡補回我尾的，我自己覺得，還有我沒有 fact check 啦，我 不肯定啦，但是呢即我不知道他這本書出臨尾這幾期呢出的時候是不是 A4 那時候、是不是 A3 還是 A4 那時候，即有些那個 feel， 因為呢佢臨尾打嗰時變撚咗無限手套嘅，變撚咗無限手套，跟住就波嘢波羅咪嘅，係啦，即係拍手指咁款。我唔知係咪嗰個時期啦，但係就令到我好有呢種感覺啦，係啦。
咁啊，但系就以劇情嚟讲，我觉得都算系埋咗个尾啦，都 OK 嘅，系啦。咁啊，大家兴趣可能以前有睇开，跟住好似哥咁惊啊，喂，中间质素麻麻地，半戏，咁呢季可以翻嚟望埋佢啦。咁啊，今次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嗰啲阿轩哥头先话去睇开，都继续睇埋佢啊。咁有啲新啲嘅作品，新啲嘅 IP 嘅坑，新啲嘅老婆啊。我唔能够你说话啦，你话系就得啦吓。临尾嗰个老夫老妻添啊，系啦，咁有啲作品可能其他啲 title 都啊，陆续都可以阵间个节再翻嚟讲啦吓。好，咁啊，今次到呢度差唔多，之后嘅动漫战队时间翻嚟继续。